杨幂和刘恺威离婚已经有一年之久，这期间杨幂和魏大勋不断传出恋爱绯闻，在被媒体拍到两人前后脚进入同一家酒店后，网友便都默认杨幂和魏大勋已经在一起了。这之后刘恺威方的相关动态也受到了关注。近日有媒体爆出了刘恺威父亲刘丹的采访内容，当天刘丹和一众演员一同参加了爱回家宣传活动。在采访环节，有记者问刘丹，杨幂离婚后是否还会像之前那样经常回来看望小糯米，或许是出于对前儿媳的保护。刘丹回应称他偶尔会回来，但随后记者又问刘丹对杨幂新恋情的看法，这个问题很明显越界了。刘丹本人也变了神色，表示自己不会评论这件事情。虽然对杨幂的相关动态没有那么关心，但刘丹提到小糯米的时候却是打开了话匣子。他透露现在每天收工回家看到小糯米就像是收到礼物一样特别开心。而为了专心陪伴小糯米，刘恺威还推掉了不少内地的工作。小糯米也很喜欢爸爸，在家会像树熊一样抱着刘恺威不放手。看来刘恺威真的把小糯米照顾得很好，也希望将来他和杨幂都能各自安好，过上新的生活。